另一个专案组，不只是这起杀人案，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。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，得有点人才啊。那就说，咱要来两个新同事，一个合作专家，刑事技术科丁国柱，前来报道，然后另外一个全员老手呗。领队之花张雪瑶，风狗瑶。 还有一个呢，化学专家顾老师，对，专门研究性情毒品。邀请你庆祝哈兰，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。哎，老弟呀、啊，赶紧把活拉上吧，要啥造型呢？这东北这天啊，你斗不过他。确认装备，准备行动。我跟你们再说一遍。 我们这次走访的目的是调查取证。杨哥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他这个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，你闻闻，警犬鼻子都没闻见。谁也别给我惹事儿，到时候别说我翻脸啊！等等，我出手。咋说？办他。 面对明文不灵的歹徒，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爱的教育，爱的碰揍。收网时间非常紧迫，没工夫学得上气，打起精神干活了。好。